他可厉害了，他可以说是在日本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因为他是大胃王。Food Fighter All Great Champion。因为他连续三届蝉联三届的冠军，他是谁呢？人称魔女。马祖。马祖。听说这次他要来制霸台湾，开玩笑，我们身为地主，绝对不能输。私は日本の海をで3連覇をしてきました。そして台湾には美味しい料理がいっぱいあることを昔から知っていました。それでこの締めくくりに台湾のフードファイターと戦って美味しいものを心ゆくまでお腹いっぱい食べて満足したいと思い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我们的魔女小姐特别带她来暖身的，Warming up， お願いします。对，但是现在呢，我们都还没有让她知道暖身的尺寸，只有我们两个知道。对啊，她一定会吓到了哈。她一定会吓到吧？我们特别为她准备了巨无霸十几面，超メガ盛りちゃんぽん用意しておりますので。整个一个人可以挑战这一锅，马厩长有信心吗？自信ありますかこれ？OK。地元でわんこそばの大食い大会がありまして、15分で4キロ食べました。頑張ってください。而且他感觉是很兴奋、期待要吃诶。是，我。怎么说？好像喝的感觉有没有？对耶。哇！我终于见识到，哇，真的是魔女的气势哎！哇，大口气哦！哎，这个有没有一分钟啊？加！哎哎哎！哇！还要过来？太快哦！哇！マジか！すごいね！真的假的？哎，大哥，你看前面拍照哎！有！这我们两个动作太慢了。真的好快哦！我真的觉得，准备下一个，要准备了。好像是喝水的感觉，一口吃就吃掉。几人份的这个？这个十人份啊，兄弟们，真的是太快了，太快了，来不及了，快点，这是暖身对不对？这是暖身啊，哇，这个我要吃，我就往生了。他不停的吃。食べるのがすごく早かったんですけれども、はい、何か技とかありますか？技はないんですが、私の住んでいる盛岡という町ではわんこそばという名物があります。それのスピードに慣れているので麺は早く食べる習慣がついてます。是的，暖身赛已经结束了，是迫不及待的要去第一站了。 Oh my god， 嘿，豆豆靠近豆豆自己看看哈。
马厩长，你好。你好。我听说是大胃王，不是应该肚子很大？结果这么瘦，这么瘦，可以偷摸吗？可以偷摸。小心。来就不？来就不？哇，是跟大家推荐，真的是最有历史的，1866年到现在的慈圣宫前面的妈祖宫，这边全部都是台北市哦一等一的美食，很多。哇，像那个泡鱿鱼的那个鱿鱼水哦，它是从清朝传到现在的。不是说那个汁从清朝到现在，我想说这个上面不会有霉呀、啊，还是哎是那个口味从清朝到现在是很多代了，所以一定要吃一下。哇塞，那有局长带路真的 OK 了，我这个小地陪可以先退后了。我们一定要先拜拜哦真的，因为妈祖当年是闽客恶斗的时候，所以这个是信仰中心搬到了这里，这也是我们台北市的古迹哦，所以要先拜拜了之后，然后接着就大快朵颐，好好的吃一顿。这个是卖鲨鱼腌的啊，对。鲨鱼大件你们有吃过吗？我还没吃过，我还没吃过。你也没吃过鲨鱼吗？不然我们就冷盘，然后切一份。这都是很好吃的小吃。这个是那个鲨鱼炒饭嘛，对不对？这是要快火炒，然后用一个碗这样一起弄。然后，所以我们这里一定要乌拉鱼炒饭嘛，对不对？那么久没啊？对。哎，要吃要吃鲨鱼炒饭，我们叫一批份嘛，好不好？好。好，这来到去人家。是你们的，没错。日本にもこういう人がいればいいのに。排骨汤的日文怎么讲？排骨スープ。あれ干贵你啊？我干干四十贵。哦。啊，我们脱口过来的，差不多50。50。50。台湾はとても楽しくて、台湾の人たちはみんな友好的で温かく迎えてくれました。这个是炸。啊，红烧肉。红烧肉啊，对。红烧肉。对，在传统小甜点啊，我们要点的是红烧肉，黑芝士三三吧，哦，酥炸，对不对？然后炸下去之后多久要吃完？看休是看休爱加嘛，差不多要5分，今天到早分对，趁热热才叫。哦，这个也好，来，哎呀，哇，哇，超大哎，超大！其实他们的特别是晚上发泡的过程。因为它这个一定要泡过特殊的处理之后才会特别脆，然后又好吃。下午一点，然后到昨天早上就6点。哇，哎呀，是这样，你看18个小时，对，要泡18个小时，流动的水，然后才会有脆脆的口感。哦，已经卖了快60年了。60年，对，60年，对。然后它的老照片。四神猪兔哦，配一个八包是传统，但打八郎来讲话哦，很好吃吧？回去的时候回去吃，哇，哇，哇，就是一点，哇，非常的多，观光ガイドブックに台湾の唯一のことがよく載っているので、いろんな種類の食べ物があって、味付けはちょっと辛くて甘辛く。エキゾチックな感じ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ってました。パクチーと一緒に食べたスルメが変わった味で気に入りました。乾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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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
位壮丁，请问一下，你吃完这三碗，来让我喘一下。台湾干巴嘞，台湾干巴嘞，台湾干巴嘞，干不起来了啦，只有三碗。几个了？一二三四五，哇，一分钟一碗嘞！现在肚子的状况怎么样？六分半，60%左右。60%。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阿嬷。阿妈无计较啊！阿妈，你不会起来写假下午茶的吧？丢掉不掉？阿妈不是那个，参加不是比赛吗？阿妈，阿妈是正好在隔壁用餐呐哦。彼女は大食いのファンだということで。ちょっと恥ずかしそうに参加したんですけれども、そしてあんまり食べられなかったんだけれど、嬉しそうで見ててほのぼの温かい気持ちになりました。再加一场比赛，他愿意吗？可以吗 ？OK 了，他说 OK 了。有，我刚有看到旁边那个小歪选手，我非常的怕，怕步他的后尘吗？没有错。请问你平常卤肉饭的饭量大概一餐是几碗？三碗左右。但你刚有看到他一次五分钟五碗这件事，还可以比，真的还可以比。是，这就是我们台湾人的精神。Ready Go！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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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那个我们阿明的朋友线报，他刚刚买的是两个便当吗？这是他的一餐。哇，阿明今天 OK， 我很看好你啊。但是第四碗结束。干嘛听了？我怎么觉得这五分钟有一次性这么长啊？小马，这是你的心得？真的是很厉害。小马不用访问，谢谢谢谢你，谢谢谢谢你的参与，谢谢谢谢谢谢。哦，很贵，很贵，很贵，但是你真的已经是为国争光了，谢谢。食いを楽しんでくれて、そしてとてもフレンドリーで、笑顔で見ていてくれるので楽しかったです。观光团看到他是很开心的哎，哇，大胃王。西门町でございます。为什么要带他们来西门町呢？听说就是西门町以前的这个布局等等，早期是像浅草那个感觉。なるほど。あの浅草、昔の浅草のような感じの街だったんですけども。但现在好像比较会像元素。对啊，就是年轻人比较多。年轻人，然后像涩谷那种感觉。是去演出啊。哎，对对对对对对对，为什么要带他？因为下一个挑战者，我决定要自己出马。你挑战他？我要挑战他。是啊。对。エキサイティングな街でした。日本の若者たちと同じ文化があるのと、ちょっと昔の懐かしい感じが入り混じっていて、ここにしかないものが見られたので楽しかったです。お願いします。
者跟你们讲啊。好。西江就没有问题了，西江的好不好？准备 OK 的是吧 ？OK。准备好了吗 ？OK。Ready。优雅一点吃哦。打算多长时间可以全部吃完？三个小时好了。三个小时，三个小时，又吃了。就是没有策略。我唯一准备好的就是，我的外套在旁边 stand by。这个吃完的话应该会很冷。三麦酱さん、ポニー小姐，どれぐらい食べたいかなというのありますか？とりあえずマンゴーは全部食べ。マンゴーは全部、マンゴー全部吃完了。哦，但是不妨告诉各位哦，怎么了？我有一种看不到明天的感觉。あれはお腹が空いてても無理なチャレンジだったような気します。前にその日本で番組出た時にこういう冷たいもの食べたことあるんですか？ないです。这个有人挑战过吗？有啊，对，结果成功了没有？都没有，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哎，冷たいものは胃が縮んでしまって、体も冷えてしまって、あまり食べられないですね。有暖暖包吗？暖暖包。有什么想说的话吗？我想，应该要听妈妈的话，冰不要吃太多。没有吃哈。哦，吃冰吃到饱是蛮。两位，对，寒くてしました。我们吃了半个钟头。我们吃了半个钟头了。对，三十分钟。有人要投降吗？应该还可以再吃。我胃已经满了，其实我吃没有问题，因为我今天穿的是雪衣，其实我可以继续吃，我不会很冷。但是真的好撑哦，我现在大概。我刚下去的汤圆大概在这里吧。哇，他的胃真的，好可怕哦。为什么还被他吃？对呀，都不知道他吃哪里。我看他吃的时候，我们都得他吃那么饱了，应该。哦，真的都是哎。对啊，刚刚吃的都在这哦。所以他不会，比如说，因为有些听说会吃完会挖吐。なんか戻したりすることってあるんですか？気持ち悪くはならないんだけど、皮目もんどいないなってなって、養生的にも入んないなと思ったら終わりです。不是胃，皮。是皮呀。第一次听到这种话。所以他不会把食物浪费掉。对。他真是一个可敬的对手。还是我先素白起好了。我想念，就想念。麦克总，你还记得他吗？记得。手下败将。我要复仇。哦，好干哦。烂透了。会不会爆炸？测那个，这样摸多一点。啊，哇，厉害！そして昨日の感想ですけれども、食べきれなかったんですけれども、一緒にやってるまんちゃんが一生懸命食べていたので、大変なんだけどすごい楽しい気持ちでやっていました。もう少し食べられたらよかったなと思います。哎呀，好大吗？好嗨呀！哎，那肚子消掉了吗？不是啊，消化掉了吗？真的耶！真的又平掉了耶！哎，平掉了！哇，那今天大姐也要期待喽！哎，要换到你喽！哇！真的没有信心啊！没有信心没关系啦，没关系啦，就是静怡小姐，我觉得她就是做个自我挑战，因为。
连我都没有把大戏放在眼里了。项目两位准备好了，也就是霸气烤全猪。哦，一吸，这是太大了，太大了，没想到那么大。它为什么好吃？因为它是完全的原住民风味的烧烤，用了五香粉、黑胡椒粉等等非常多的独家秘方先腌制之后，然后再上旋的相思木上去，慢慢的这样烧烤，哇，那个烧烤起来感觉，你们看它的皮，它的皮是脆的、烤烤的，那可是里面的肉汁整个就锁在里面，鲜嫩多汁啊！啊，讲到这里我口水都快流出来了。我们的比赛规则是这样的，我们一盘有100公克，然后现场准备了50盘，所以换算起来就是，如果你真的可以把它全部挑战完的话 ，Oh my god， 你身上会多出5公斤啊！准备好喽，预备备。选手今天真的选择比较优雅的挑战方式。哇，好好吃哦！哇，哎，马厩长已经一盘喽。这点肉只有一点，没有什么大事啊。哦，哎，对呀，马厩长昨天比较没有咀嚼，但今天肉一定得咬啊。太慢了，太慢了。嘴巴真的没办法。真的没有吃下去，他们怎么那么快？对，已经2盘了。哦，哇！众所期待的大界选手终于干掉一盘，大概花了15分钟吗？3分半钟一盘。哇，3分半钟，所以那我们妈就上也是1分钟一盘呢。おいしいですか？おいしいです。おいしいです。好像只有咬8下左右就可以。配合的太可怜，因为它非常软，需要咬。这样子很明显的，我们觉得这好像是两头不一样的猪哦。因为我们妈就想形容的是一头入口即化的猪，因为只要8口就可以结束掉。但是呢，我们的 Dice 可以形容的呢，哇，感觉是一头钢铁猪啊，很难咬啊，好硬哦。到底我们这个准备的是不一样的猪吗？但节目的朋友真的不可能这样子吃的，绝对的。我就是平时真的很能吃的人啊，很能吃的。有没有希望就是自己可以达到几盘的一个目标？真的假的？你有信心到10盘？没有，但是要一个目标。对，很好哎。ソース、4種類ソース出してもらったんですけれども、自分の好みに合うソースを見つけて、それを利用して。早く食べることくらいです。哇！マジョさん，哇！11盘，第12盘，还是我们现在如果再加入一个生力军，然后同时跟监员小姐拼呢？直接问マジョさん愿不愿意，对不对？哦。因为你这个对他来讲差很多，我来跟他参酒。OK。哇！好的。之前呢，我们台湾曾经有制作单位远到日本去挑战妈舅上，3个人挑战他荞麦面都输。但是这位工作人员今天听到了妈舅上人在现场，哇，他整个人负气想要来报名了，不服输的挑战。
常好吃了。哎呦，秘密武器那是什么？辣椒。哦，辣椒，哇！我也有辣椒。啊，试试看。是。味道不一样就可以吃下去了，也许。你要不要再来一点什么芥末酱啊、番茄酱啊、酸菜啊？觉得五公斤它可以吃得完呢，真的耶！慢点，慢点，他没问题。妈就想觉得他五十盘完食没有问题哦。嗯。闪族选手。我想看他了。你想看他了？我还想说你来了，然后可以哒哒哒哒哒叠起来，结果。你比大姐还多，你才第四盘就跟我讲说，我想看他了。请了真正的大胃王，晚一点会跟你进行挑战哦。嗨，好的。台湾人反攻的时候到了，来来来，这边请，这边请，我们约好了在这里的。请问小林尊，台湾小林尊在哪里？少林尊。现在要吃这个吗？对，我现在吃这个阿给。哎，奇怪，他也是大胃王，为什么他们大胃王都那么瘦啊？还有我们两个人莫名其妙哎，真的。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阿给，我好奇耶，你知道阿给的由来吗？日本好像有个名字叫阿布拉给。阿布拉给是什么？也是油豆腐，对，油豆腐，油豆腐。对，然后后来我们日据时候留在台湾之后，变成台湾的阿给。哦，然后就把里面放了冬粉，然后上面包了鱼浆，对不对？对。哇塞，这个鱼浆，哇，真的好重哎！这个是十二，好酸的，很重啊，十二人份，十二人份，是我个人想不开，跟老板打赌，嗯，所以我今天要面对这个关卡。哇塞，你也太勇猛！你平常都在做这样挑战吗？挑战这个当兴趣嘛。那我这样问你啊，你挑战过什么大分量的食物？我几乎可以说是牛肉的杀手。牛排。101盎司是我的最高纪录。101盎司，哇！所以那这一集那我们就开始了。走走。哇，这里面哇我们可以给镜头拍一下哇。哇，哎，这里面冬粉也有调味过哎，好香哦，哎，很香哎，因为我一般在淡水吃到的阿给里面的冬粉都是白的冬粉哎，没有调味的，对，哎，它还特别调味，你有吗？好吃好吃，春上面上面就干的，对，春上面，好快哦，它已经整个都点下去了耶。那我今天就是打算先吃完冬粉再吃这个鱼酱。哦，哎，好多都吃一顿吃的啦。果然是，
我们同一个圈子的。是啊，是啊，我们同一个世界。如果大家注意我们 Module 长的那个神情，他整个是你知道，感觉他有电脑在分析战略，他一直盯着那个阿给，就第一步 Step One， 然后要先消灭什么，然后什么，他的眼神一直在，你知道。来了这么久。对，终于 Module 长终于听得对手。なかなかやるな。なんて言えばいいんでしょう。なかなかやるなと思いました。妈就想来，我们还没有带她去过真正逛过台湾最厉害的夜市，这样好不好？你不然你等一下吃完，愿不愿意跟我们一起去逛一下夜市？我准备一个很厉害的东西让你挑战。哦，真的吗？真的，它叫做千岁宴，满满一桌，所以你这个等于是让你的胃先活络一下，对，暖身一下，然后等一下跟我们妈就想一起挑战 ，OK？大胃王的夜市里面，我相信没有人不知道这个金元小姐的存在。那等一下要跟她比赛，这个心情，我现在是又忐忑，又紧张，又害怕，可是却又很兴奋。我会好好加油的。千岁宴就是在宁夏夜市集合。做超过50年的20个店家来共同上菜哈，所以桌上这桌菜超过1000岁。好，那我们不是空口说白话，我们特别带来了印证啊。这是民国43年1954年的时候，台北市警察局发给宁夏夜市的每一个摊商的摊贩证。エネルギッシュでいろんな食べ物があって、ワクワクする、懐かしい、あとはお祭りのような気持ちを味わいました。通常我们吃到一半，我们常听客人讲的一句话是请帮我打包。那我们今天要看看日本跟台湾本土队哦，要吃到第几道的时候会喊这句话了。现场加油，观众准备好了吗？看谁先把它吃完就是胜利了。那么就准备胜利了，那么就准备哦 ，Start！ 加油加油！哎呦，这是什么？这是水果啊！这个是养生派的哦，因为根据报道会建议大家饭前先吃水果啦。千岁宴里面好像有很多饭类的东西，像粽子啊，我相信大胃王都知道这个要放在最后吃，所以我会把粽子跟一些饭类的东西先放在后面，把一些我适合咀嚼的好吞的放在前面。那我是不是牛肉？牛肉，牛肉，哇，好香哦！哇，这个还可以拍照打卡。会一边拍照记录啦，代表他非常的悠闲，非常的有自信。而且不是一次两次啊。对。在刚刚在1分15秒的时候，まず皿をできるだけ早めに皿数を増やそうと思った場合に、皿が一番食べやすそうだなと感じたからです。大姐，在日本有臭豆腐吗？哪有？完全没有。没有。你可以吃，爱吃这个哦。哎，你是吃炸的还是清蒸的？哎，炸的。臭豆腐は初めてだったので、周りの人たちから癖のある食べ物で、もしかしたら合わ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と言われたんですけれども、揚げてあったせいか食べやすく美味しく感じました。就像他也是，为什么他们的战略是一样的、啊？但是感觉那两瓶饮料很好喝，这两瓶饮料也在比赛内容。特别为我们日本朋友准备了，对，甘蔗柠檬，哎，这是很多日本朋友必点的一个。多吉米酒，哇，多吉米酒，3分钟。卤肉饭，这一碗很大碗哎！哇！
最後のロケなので、女性は女性は楽しみ、おいしいと思って楽しんで食べたいということが作戦です。也是哦，这是什么？磨鸡啊，磨鸡，磨鸡，哇！帅，直接放弃筷子，对对对，这真的没有亲眼见识到。他会选什么？啊，甜不辣！哇，你又选这么难度高的？这是什么？烤的鱿鱼。又是选饭，鸡肉饭，各位赶快计时哦！哇，我们台湾大胃王小林真的气势也不是盖的，各位，他选的都是很难咀嚼的，比如说刚刚鸡肉、鱿鱼，或者讲他选那个饭还可以用吞的，这些都不能吞呢。吞了，46秒，是吗？哇，哎呀，棒的 ！Again， 哇！这个选手喽，对手既然是坚原小姐的话呢，我想应该要偷偷看一下她的战略是什么，然后采取自己战略的变化，这样应该不会差太多。哇，我第一次知道台湾也有这么帅的男生。因为他的长得好看吗？还是他的胃吗？因为他吃东西吃得多，好帅哦。对呀。哇，他的粉丝呢？我知道他要来，赶快特别赶过来。こんなに多くの人が。私を楽しみに待っていてくれたということで、すごく勇気づけられましたし、皆さんの顔を見ていて感謝の気持ちでいっぱいになりました。总共现在时间刚过去15分钟，15分钟，这两位是人类吗？哇，24680，已经三分之一了吗？理事长说的，哇。整个猫就想把肉松当饭团的感觉，对对对，饭团。对，可是他一直有在观察我们的小林尊的，所以小林尊对他也是造成一定的压力耶。缓一缓，缓一缓。对，噎到，慢慢停下去，先休息，休息一下，再坐下。途中で食べられなくなって止まったり、ドクターストップがかかる選手もいる。そうすると。残りの選手たちは戦いをやめて次に進め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もう少し記録が伸ばせしてたはずだとか思うとちょっと残念。そういうハプニング。就是因为按照日本的比赛规则，就是已经不能参赛，就是没有参赛资格。可是呢，因为作为地主队要欢迎我们麻将场的到来，就不是比赛了，就是他等于是对自己的挑战。然后他也经过我们的护士的诊断是可以。好勇敢啊！非常勇敢。精神已经为我们台湾缔造一个新的传说了。国王关卡，糯米肠也是糯米，跟肉粽一样不好消化。然后中间是烤的香肠，非常好吃。看起来很好吃哦。很好吃哦，选这个可以吗？哇，真的很金哎！如果他现在选择粥品的话是没问题的，对不对？还是粥品其实看他吃也是有一点荤，都有一点勉强。就直接终止吗？好的，不好意思哦，因为我们制作单位评估下来，因为还是你的安全考量比较重要。对，没有。我们把你的成绩计算到现在，好不好？谢谢你，谢谢你。彼はまだ経験が少ない選手だと思います。少ない経験の少ない選手はどうしても自分の実力以上にスピードを出しすぎてしまって止まってしまうことはあるんですが、ただ。彼の投資は素晴らしいと思いました。目前剩下12345678910，哇，剩下都是汤品哎，哇，好棒！还是一开始太棒了，太强了。他可以在390分钟今までは時間か量かどちらかの制限があったんですが、今日のは時間の制限はないけれども。量は私の容量を超えてるのでまだ無理だなっていう、でそういう難しい問題を
思い出出されたのは初めてかもしれないです。甜点红豆汤。初めにこう全部見た時に大きい器に入ってるし手ごわそうだなと思ったんですけれども最後になってだんだんこう食べられなくなってきた時になぜだかあれが私を呼んだ気がして手を伸ばして食べ始めたらスルスルって体の中に入ってそれがすごく優しい感じがしたからです。51分的时候，我们的妈就想说，谢谢招待了，她挑战到这边。哇，すごい！私は自分の食べられる量を把握しているので、一目見てこれが何リットルに相当するか分かって、これは食べきれないよと、量が多すぎるというのが食べられなかった理由です。我们要颁奖。虽然挑战没有成功啦，还是致上我们最高的敬意哈。这个是我们代表宁夏夜市最高敬意的提锅，但是提锅到每摊去加料加量不加价，送给你。台湾に行って、私はいろんな場所に行っていろんなものを食べましたけれども、その食べ物を作ってくれた方々。そして食べてる私を見て応援してくれる人たち、そういった台湾の方々の温かい気持ちとたくさん出会えてよかった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